美成里是也是比较高端的，这个啊，美成里两百三十八一盒，一盒，然后线下超市卖。哎，今年中秋你屋企未必有而又听得最多的月饼牌子呢，相信都是香港美食的了。这一款号称高端的月饼呢，近日在网红疯狂小杨哥和掌门人曾志伟的加持之下，成为了内地的网上热搜，不过是负面那只。对于被指无认香港品牌，有内地传媒以消费者的名义向美成的官方抖音销售门店客服查询，对方解释说品牌的基因和研发团队都是源自香港，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，所以就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。而内地每日经济新闻向美成查询的时候，对方更加说没哪条法例规定香港品牌不可以在内地生产。没错的，不少香港品牌都是在内地生产的，那为什么要针对人家呢？既然讲到基因源自香港，我们于是就尝试找下美成那条 DNA。 根据香港美成的公司登记地址，是位于湾仔一间秘书公司来的，就叫做西桥商务香港有限公司，那里同时有40间公司共用一个地址，那就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基因的源头了。至于他们所说的生产基地，内地都有不少网民慕名去朝圣的。这个高端月饼的生产基地门口的招牌就见到，除了有香港美成之外，还有玻璃工艺品公司和塑料制品公司，令不少人都意想不到高端的基地原来是可以这么多元化的。无论怎样，月饼就卖了出去了。内地传媒第一财经就查证了美成在网上平台的销售成绩，哇，生意真是好的。正是在抖音电商平台近30日内，香港美成的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礼盒装销量就达到10万到25万盒，销售额最高大约4200万人民币，佣金的占比就大约是1%。大货销量的前三位分别是曾志伟、美成礼官方旗舰店和三只羊网络。